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我所知道的日本五十座知名的一个古城。好的，看完这五十座古城的照片之后，我不晓得你走过哪几座，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希望我的影片你会喜欢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帮我按个赞，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有你的支持才是我继续拍片的动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后会有期。